侯先生，你来啊！咖啡我替你点出来啦。啊，你找我什么东西啊？是安怎啦？人这么吵，又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敢知影？迄、那个高克威竟然被守阵，去甲严巧玲灭了兄弟后，一想到我就生气。那呢？你安怎答？敢有答应啊？伊敢袂当无答应？高克威甲江代通两个人联手来逼守阵，因阁甲我讲，我若是阁做动，因就要做伙增资稀释我手头的股份，让我伫代通集团袂阁有影响力。就因安尼，守阵唔才会答应。哼！无你即摆在笑啥？无啦，我是感觉哦，这两个人抓袂起呢。你这届哦，真正去踢到铁棒啊！哦，我找你来，就是爱你，和严巧玲的面部发到好闻。阿弥陀佛，同学，你安尼敢会伤凶啊？对喂，我唔是才拄啊，甲你熟识尔，你到底要甲我斗啥工无？